放入海鲜蛋，正在美丽的绽放中啦、啊、吼。啊，这就是咱公所跟里办公处吼、啊，做用心的维护吼。去年咱甲修剪了，吼、啊，啊，到今年吼、啊，我们享受到很好的成果吼、啊，开了做明艳动人。那区长伫遮要欢迎咱所有吼、啊，我们所有的观众啦、啊、吼，所有的好朋友。啊，今嘛政府推出振兴三倍券，那新营这里呢，嘛不后人不落人后啦吼，因为咱有足水的景点，咱嘛足好食的美食，那再搭上目前整个西北，一下子在新营就有 T bike， 一共有四个站啦吼，包括咱的新营高中，包括咱美术园区，嘛包括天鹅湖，火车站遐七月过嘛会好啊吼，那所以呢？我拢希望讲，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所有的好朋友，会当来新营，骑着 T bike， 慢慢品尝我们的小吃。咱的海鲜摊差不多经过久啊，啊，一条路差不多偌长。是，迄条路经过将近两公里啦吼。那海鲜摊已经超过十几年了吼。啊，因为咱知海鲜摊的特性，喜爱有强烈的日照。啊，因为过去呢，咱迄个整个一个海鲜岛中间还隔着所谓的桃花心木啦吼，所以桃花心木遐会去砸到咱的海鲜摊的日照，所以新营公所家去年伫将近年底时阵特别把咱的桃花心木再次的修剪，然后让强烈的日照能够照应到海鲜摊上，所以才有今天我们看到海鲜摊盛开一片红海的这个成果。